猫其实还不敢碰它，对，感觉就是猫碰上的时候它还是怕的。我觉得它呼啦一下就蹦出来了。别怕别怕，这是你食物。哎呦，这猫，这耗子吓死我了。哎呀哎呀，别跑，不行，感觉这地方有点小，这盆要特别大的话这估计就哎呀，这猫，哎呀，这猫，你别一会儿把它吃了，你吃了，你吃了，别跑，别怕啊，快给你来个特写！你看猫兴奋了，你咋了？你咋了？想吃东西了？你咋了？想吃了是不？不让你吃啊！你要吃，人家把你吃了。你咋了？人家把你吃了啊！孩子，孩子，你咋了？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！看你这跑的。给你来个拉个近景，来。有那耗子干嘛？磨牙呢？这一坨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像春芳一样的耗子。比春芳还肥。嗯，小动物过去。过几天下午呀？胖了。对，跟你一样肥。谁让你有一个耗子老公呢？天天就是一只母耗子呗。知道吧你？什么？来，把猫放进来，猫自己要进去。哎呀！哎呀！猫害怕了。别怕，别怕啊！乖。又别跑。我觉得这猫老害怕这耗子了，这耗子一点也不怕。好好好。这耗子又大便了，在里边。春芳，耗子在你盆里大便了。春芳，真的，你家耗子在你的盆里大便了。好恶心。把猫放进来，再录一。来，把猫放进来。行，耗子吃那个吗？把猫自己咬进去。磨牙。哎，哦，你放这个。猫对吃的感兴趣了。哎呦，无语。猫。情节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，猫去吃那个了，猫已经对耗子不感兴趣了。你看猫为什么怕那个耗子，吃那个。快把那东西拿出来了。这猫吃完，还没吃完。